然後跟咗一段時間之後，然後先可以食到嗰粒牛油果嘛，係嘛？即係我用呢個譬喻。
我哋往往就系早年咧，系非常之急，我哋时常系想超察嘅晚修，我哋以为，我哋甚至以为，嗱，我唔系话俾大家唔公平，我哋甚至以为我哋唔多啲经就我哋一定得嘅，对唔住，天主所需要嘅唔系你嗰啲经文啊。 唔係話你念多幾篇咧，於是就天主一定要答應你。如果係咁嘅話，世界上冇做唔會明。呢個馬面，有冇聽過？現在有人發起每一日要念2000篇聖母經。嗱，你諗下，當你念1串玫瑰經嘅時候，你唸幾多篇聖母經啊？幾多篇啊？ 二十啫嘛，系咪？啊，如果你练晒成个全个即系布积4个布积，咁4×20即系几多篇啊？200篇啦。你要练2000篇啊！咁你谂下，你一日用几多时间？我咧以我自己嘅速度，我唔会练得好快，又唔会练得好慢。当我练晒成个即系4个布积嘅时候咧。 已经要1个半钟，咁如果你谂下1个半钟头，你练2000篇，即系要练10个半钟，一个人你可能一日系不停不断咁练，不断咁练，练。即系现在系有人话，即系嗰阵时，我觉得你系重要，即系我要自己，即系我完全冇欠你，即系完全冇欠你乜嘢。 所以你唔能夠話我做啲乜嘢，咁天主就一定要回答。如果係咁，天主只不過好似個汽水機咁啊，你入夠眼，佢咪碌過個汽水機。咁即係我點樣可以明白到天主？天主係根本佢一開始已經話，天主喺我哋嘅生命嘅角度點樣去帶領我哋往往係要事情經過咗困難。 然后我哋拧翻转，我哋先至见到天主对我哋嘅爱。但系我再讲，我头先讲，我话唔系叫大家无祈祷啊，祈祷系好重要嘅。正如今日我哋所听到嘅第二篇《福音保禄松》，劝勉天主嘅子民，你要坚持到底，你要保持嘅信仰，乜嘢可以保持我哋嘅信仰？即系，使到我哋能够。 但系我哋最重要知道嘅，保持嘅信仰就系我哋同天主有个密切嘅关系。呢个情况我又用咗例子，即系明慧寻会咁样，我哋都时常会敲嗰啲人嘅门，叫人即系捐下钱啊。你自己觉得捐俾你嘅钱重要咧，还是捐钱俾你嘅重要咧？如果你只系觉得， 钱系重要嘅，你收到笔捐款之后，你以后唔再理佢啦，咁我话俾你听，咁你就冇乜情冇乜情啦，系咪？你要保持到佢嘅友好关系啊嘛，系咪啊？咁然后捐咗钱，第二次又再捐，捐嘅第二次、第三次又再捐，所以你同嗰个捐钱嘅人嘅关系系重要过你收到嗰笔钱，睇翻落去会嘅信任。 我哋同天主嘅关系系重要过我哋现在所，譬如我现在，我今日突然间我妈妈病咗，你啊，求下你，重唔重要？非常重要。不过更重要嘅就系你永远唔好失望自己最坚持，即使即时有恐慌。 我妈妈唔系因为我个自己嘅原因，就佢好翻。不过，咁我想问你，咁你仲信唔信天主先？你话如果佢现在唔好翻，我就唔再信天主啦。咁你嘅信仰即系等于冇咗，我会继续坚信，我相信天主嘅安排系一定。我对天主嘅信仰。咁因此，我哋第一篇读经，我哋所听到嘅天主嘅书信嘅结果。
我哋明啲係幾長啊？先翻嚟。
不過我又好可能係翻工程翻工程之間咧有一啲難題，咁於是個工匠咧就即係開曬呢啲咁嘅繩咧，然後就係塞住嗰啲欄，又掹住佢，否則咧佢漏水嘅，雨水一嚟咧就攬咗佢沖埋嚟。咁嗰啲咁樣嘅細小嘅石塊係咪好重要咧？雖然佢唔係件大嘅嗰件石，不過佢真係佢嘅。微小係有用處，咁我哋都係，我哋都係呢種非常嘅人。天主唔係因為我哋個偉大，然後或者因為我哋嘅知識特別好，權力特別大，特別富有，特別靚仔靚女，然後揀佢。唔係啊，我哋係今世個非常之普通人，高過天主。咁我哋咧就被天主愛落，就好似。四重過四啦，佢嘅信德入邊養成德嘅意思，經過曬所有一切嘅考驗，到最後佢變咗個非常之溫和、温順嘅人。佢在面對世界嘅時候，佢冇好嬲任何人，佢即係變咗天堂天門為天開，佢見到天主嘅時候，正面光輝，於是佢好鬆緩灑就接受咗我。我哋都係，我諗天主唔係叫我哋現在要去接受啲咩死刑，嗰啲大嘅考驗。天主叫我哋嘅咩？就係我哋喺生活之中遇得難嘅時候，點樣去見證天主嘅愛？點樣去見證你同天主之間嗰個關係？當你能夠喺生活呢啲考驗見證天主對你嘅愛，當你喺嘅時候仍然保持你對天主嘅心，就係啦。天主就會使到你能夠將來喺佢光明之中，喺度你係有關係。因此，我哋需要擔心我哋只要喺我哋日常嘅生活之中，時常保持住對天主呢份信仰，喺我哋嘅生活行為之中表達出嚟我哋自己信仰嗰份堅忍、互愛、彼此之間。互相支持，對我哋嘅主有所希望，有所愛嘅時候，我哋就已經成為同國成我哋嘅主嗰一樣，係能夠建基於喺。